这是在殷海光故居。你刚提什么砖？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？那个是西牙砖，上面那个那是在日治时期的砖块，叫剔牙砖。但有另外有一个是，如果是 S 型的，那就是萨穆尔砖。萨穆尔砖是英国厂，后来它的品质没有剔牙砖好，后来它就被剔牙砖并购了。OK， 好。猖獗啊，蚊子猖獗，蚊子看到你们来多么开心啊，吃把肺啊，这么多。哎，他怎么这么快就散入了。好，进来，请进请进。来，我来看一下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！我每次都很好，你看还好，我们先绕一圈。临床大学没有预约，没有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参观一下就好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大概会有多少时间？十二个人。没有说多少时间，没关系，你就是很简短的就可以了。我们有纪录片可以看。哦，这样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。好好。这边叫温罗丁，就是温州街、罗斯福路跟丁州街。哦。好，那就叫温罗丁自由之光，哈，前面。好，没关系。我是国庆艺的黄玉伟，我是国庆艺的陈启轩。OK， 好，那你要说我们一起报告。我们这条一起报告是自由之路，然后我们有四个地方要讲。Okay.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讲自由之路呢？是因为近年来文化部查访白色恐怖那些政治的受难者，那些被进行侦讯、审判、服刑的45个地方，然后要协助我们政府想要参考美国波士顿的自由之路。美国波士顿的自由之路就是参考他们的红砖道、红线道，然后来追寻美国独立的思潮。嗯，然后台北也一样的，就是参考波士顿自由之路的规划，然后来建构台湾的民主人权之路，然后见证台湾的人权发展，以及然后让大家牢记历史的教训，然后以及学到这些历史带给我们的成长。那所谓自由之路是哪四个？你们要报告哪四个？我们要报告第一个是紫藤庐，然后第二个是殷海光故居，第三个是梁实秋故居，然后最后一个是大院子，总共四个地方。好，你都会去哦。好，我们等到时候等下会去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报告完，这样才不用一个个。然后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紫藤庐，在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。紫藤庐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是总督府的高官的官舍，他们都住在里面。然后你手上有？图吗？有，那你就转出来一下。我们的观众者上面不是不是不是，转出来让我镜头有一下。这边有图片，大一点大一点，对，这样子。哎，对，好。然后后来被中华民国财政部接收之后，会作为公家的官舍，然后它是给时任的官署署长周德伟所用。在1990年代
前它是曾经是艺文界，然后党外人士运动的聚会的场所，像林海光跟李敖都有在那个地方聚会过。然后之后改为茶馆，因为庭院外面有三棵紫藤，所以它才叫做紫藤庐。嗯，然后它营运至今，然后在1997年7月23号的时候被台北市列为并市定古迹还有文化资产，然后现在归文化局所管辖，这样子。嗯，这是紫藤的照片。来，好。然后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殷海光故居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讲大院子。大院子殷海光故居，殷海光故居在温州街的18巷16弄1-1号。殷海光先生他是从1949年从大陆迁居而台，然后一方面在台北帝国大学，现在台湾大学，然后教书哲学课，然后他也另外一方面跟雷震一起编纂《自由中国》，撰写他的政论跟文章，然后他就秉持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，就是对抗当时文笔的思想的禁制，对控制，对，然后还有对抗威权批评时政，然后等一下他也会介绍关于殷海光还有雷震案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就是对现在的民主政治发展带非常大的影响。然后我们要接下来是介绍殷海光故居这个建筑，这个建筑在它是一个日治的，也是宿舍，然后建于西元1945年，昭和20年，然后也是传统的日治木造建筑，然后它与其他的台大的宿舍是相连接成的，然后地基是一个三角形，然后非常奇特，然后外墙是西林板构成，然后室内的话是榻榻米，然后还有西林板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西林板，我等一下再查。是木板木头吗？嗯，那应该是雨林板，是雨林板哦，雨林板哦，是、okay, 是不是一片一片那个木头？对对，我一会儿会带你们看。好，今天76也是。好，对，然后地板后来改成磨石子地板，就是大家学校最常见的那种地板。嗯，然后屋旁也有很多水池，然后那个水池以前是殷海光的泡汤池，他自己造的。对，他自己造的，然后也是他女儿的游泳池啊。然后后来2013年5月的时候，也是定为市定的古迹、嗯。然后里面也保存了非常多殷海光的重要的文化资产。然后他们后来也有成立基金会帮他整理这些文化，因为当初他过世的时候，他的资料是散于世界各地的。然后后来他就有成立一个基金会，把他的文物全部都集结在一起，然后放在里面这样子。接下来他介绍、嗯。对，然后那如果我们说到就是殷海光的时候，我是陈启轩，我是义义。然后我们说到当的殷海光，就想到雷震事件，就是自由中国，大家应该都就是国高中都有读到过。就是其实一开始自由中国在创刊的时候，国民党是非常支持他们的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可以帮忙宣传，然后就是说国家的好，然后但是因为后来就是。因为我们战败输了嘛，所以就是撤迁来台的时候，就是因为韩战的爆发，然后就是台湾又有美国这个靠山之后，所以他就不太需要自由中国。但是自由中国就是觉得说，他们还是要继续宣传民主的宪政，所以呢，他就是继续办下去，然后他就积极的检讨那个中华民国的国际关系的那个内政关系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挑战一些政治经济，所以就跟国民党的就是感情已经就是开始逐渐变得紧张了。然后，所以雷震事件就分成了很多的事情。就是一开始其实是因为蒋中正想要继续连任第三次，但是就是他们大家都就是自由中国觉得不可以违背宪政，就是不可以违背，就是要修宪才可以。所以他们就是写了一个言论，然后就是由殷海光写的说“大江东流挡不住”，也就是说，就是。是任何政党都抵挡不住的。然后就是三天后，雷震就是因为知匪不报，然后为匪宣传，然后被判10年有期徒刑。然后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胡适呢有就是后来回来的时候也有为雷震求情，但是那时候蒋介石就说到，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，还不相信我们政府。然后呢？这是胡适吧？对，这是胡适。对，因为胡适为他求情。对，但是就是胡适就觉得说，可能这句话说的太严重了，没有那么严重。然后直到他在雷震65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给他，然后但是因为蒋介石那时候还是继续在统治台湾，所以他也不方便去前往监狱探望。然后出狱后呢，就是雷震对台湾的政治还有很多的期待。然后他在1971年的时候出狱的时候，在出狱的时候抱着一个他在军中就是在牢中写的一些记忆回忆录，但是因为后来出来的时候被军人发现，就当场直接焚烧，所以就是后来研究者还是就是感到非常的难过。
然后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，台美断交，然后雷震也刚好过世了，所以那时候外交处境是更加低潮，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无奈，也凸显出这位悲剧人物的高瞻远瞩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台湾的贡献是透过就是这段历史的回顾，然后让我们有无限的感慨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自由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好，来来来来，你们讲一下，你们到了进入这个空间，从刚刚一路走进来，哦，来到了这个空间，嘿，好，讲一下，先生说。我们就在马路边边，然后我们后来进来之后，发现比照片想象中的还要小。然后我们也有看到那个他为女儿建造的池子，然后也比想象中的小。但是你就是可以发现这些建筑，就是代表英台和王先生之前在这边生活，所以有不同的感觉，代表说这是他。真正在这个地方做的任何事情都遗留在这个房子里面。OK 还有呢，有没有啊？你呢？我吗？哎，因为你们总是做的看了一些他的资料嘛，那现在来到这空间，我去世的，就是刚上面有讲说他是未来去世的，但其实是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说，因为他太替就是国民政府，所以他就是每天就是一直都不吃饭啊，然后就是一直就是用生气来折磨自己，然后之后才生病哦，就是失望嘛。OK， 所以他们在那种年代要成为一个等于是一盏明灯或者做一个灯塔，其实是非常辛苦的。对，因为跟大众的潮流是不太一样，跟当时的政府国家的不一样啊，所以才变成我们现在的自由之路嘛。对对对，好，那谢谢你们啊。